早上去打工干活去了。我早安早安打工人，勇敢光荣打工人，打工人有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堪称娱乐圈最强打工人，一心只想着赚钱的杨超越，自土唱出道以来，人气一路直线飙升。前期舞蹈功底基本为零，唱功嘛，燃烧我的卡路里中唯一的一句歌词，燃烧我的卡路里，还给唱破了音。业务能力如此堪忧的杨超越，如今一路火花带闪电，成功逆袭，究竟靠的是什么？我是说姐，记得关注。从工厂里的打工妹到餐厅里的服务员，与其他偶像光鲜亮丽的履历不同，杨超越既没有练习生经验，也没有接受过专业指导，凭着一张村花脸稀里糊涂进了十八线女团 CH2， 冲着2000块工资还管饱的诱人条件参加了创造101。节目里那舞姿怎一个丑字了得，一次又一次的车祸现场简直惨不忍睹，说姐仿佛觉得自己都能行了。但正因为在节目中真实不做作接地气形象，为她积攒了大量的人气。与传统的偶像不同，杨超越更像我们身边的邻家女孩，许多观众都能在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说对于其他偶像，我们是在仰望他们绚丽的篇章，而杨超越则是更多承载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梦想。如今超越妹妹的身影更多出现在综艺和影视作品中，向我们展示她那有趣的灵魂。希望我们的锦鲤今后也能继续给我们这些月牙和村民带来更多的欢乐。杨超越，超越自己，我是说姐，我们下期再见。